48小时的核酸阴性报告，然后呢，我们自己在前路，外面呢再做一次抗原，抗原做正常了之后呢才进来，进来了之后呢，我们进入第二道防线，第二道防线呢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哨兵场所码，测温、健康码、行程码这相关的内容，车所有进场车辆全部贴封条，驾驶员、驾乘人员都不得下车，然后由我们场内的人对他的货物进行一个装卸。这里面的一个交易模式还是一个线上下订单、线下的一个送货的配送的。进口的水果呢，我们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小厂区的一个人员。然后我们这边的农产品进市场还有很多食品安全的要求，比方说需要通过预登记系统来解决企业里边的从产地到市场的一个信息流通的登记核验过程，然后我们整个过程对于现在防疫的特殊要求也要求的比较高。